看看新闻网。在第二天晚上的香港首映礼上，刘嘉玲与 Angelababy 再次同台。也许是回到了自己的地盘，刘嘉玲便换上了一身浮夸的造型，香奈儿套装与珍珠项链的叠加，尽显富态气质。在这个嘉玲姐啊，给到我们展示了一个非常富贵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富婆的一个感觉啊。包括说她的整个服装上面有很多的这个细节，或者说有很多的这个堆叠，它是为了达到一个秀场上的一个效果。那我们也知道说，其实嘉玲姐她本身是有这种富婆的气质，但是呢，在穿衣服的上面的话，可以说有一些精简。因为我们在她剪的时候可以看到她另外一部分的，就是说她懂得如何去打造自己。而且呢，我们看到说，一般来讲，如果你的脖子不是特别的修长，你不需要戴这么大的项链，否则的话你的脖子会变成你的一个弱势，就好像说没有脖子了。 Angelababy 在经历了前日的短腿装后，也乖巧地选择了一套剪裁极简的复古印花连衣裙，虽然显得端庄大气，但在她身上难免有些过于成熟。那我们再看 Angelababy 的这一套，它其实是一个怎么讲，是一个 one piece， 就是一整身的一个衣服，很好穿的一个衣服。但是呢，我本人我知道她是非常的瘦，那我们看到她穿这个衣服在那里的时候，就感觉是一个很瘦的一个瘦子，直接就掉在一个青花瓷的一个缸里面的感觉，就有一点不够于合身。所以呢，如果说你想要让这个衣服看起来更加的显得它漂亮的话，我觉得你的这个尺码上面的选择可能还是要更加的贴合于自己的一个尺寸。这一组当中呢，会觉得说有一些的欠缺和有一些的遗憾的地方，所以呢，我会感觉到说好像是一个土豪，他非常喜欢收集一些古董青花瓷，然后呢刚好搭配在一起，这样来讲说好像还是蛮搭的。虽然 Angelababy 有着明显的年龄优势，但比演技比时尚，姜还是老的辣。新晋女神，你得多多加油了。